这是一个关于英雄主义的故事，在一片没有硝烟的土地上的英雄主义。老人们的浪漫被揉碎在南岛无人区的群山里，随河流一起流入岁月的汪洋。然后今天早上呢，就现身火吧，太冷太冷，真的太冷。我心呐，很温暖的，自由的，谁温暖你的心啊？你看这里哪里都是路，哪里都不是路，冰泉就在眼前，要想走过去，可没有那么容易了。绵延雪山，皑皑白雪，看不够的风景。这么颠簸，哎，我值了。我操 ！Let's into the water to go deeper. Woo!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